在那个喜马拉雅大使馆里边，他们号称是24小时这个紧急救援电话的客服啊。这个地方不叫客服啊，客户服务。客服的话应该是这个叫商家才有叫客服，是吧？这个或者政府机关，哎，有一个客服，政府机关也不叫客服啊，叫热线啊。这个喜国的对于大救援怎么叫客服呢？他们把那个把那些难民当成客户了，嘿嘿，因为是客户啊。如果能发展成一个蚂蚁，他们就让他们捐法治基金，让他们投机系列，让他们买椅子，让他们买卡，让他们买机翻身，这也是客服，这叫客服，24小时客服啊。三班岛都住在喜马拉雅大使馆里面啊，那个好像是地下室，没有床铺吧，三楼四楼啊，他们是这个艰苦朴素啊，要不然的话还得往回走，我不知道他们住哪，也可能就在喜马拉雅大使馆里面住着的那几个人，什么微蓝，什么小福利，对吧？那个为什么 Mile 7出不来呀？他有个孩子呀，孩子不能那个带出来呀，对不对？